大家好啊，我是纺织所沈乾隆啊。哇，随着智慧衣的整个市场兴起，我想除了大家熟悉的心跳感测、温度感测这种智慧衣之外，大家可以相信啊，我们穿的衣服可以跟机器人产生互动吗？哦，纺织所这一次在Computex 首次展示出来的互动体感智慧衣，我们就整合了弹性的导电布料啊，可以看到类似这样子的方式，那以及电子的这种感测模组。那再结合动态演算法跟无线通讯的技术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穿戴者直接穿着我们衣服，跟机器人做一模一样的动作，然后做到所谓的跟随。那透过这种 human to machine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呢，我们也可以把穿戴智慧衣呢延伸到我们的训练，比如说篮球员的动作分析，或者我们在复健的这种中风辅具的这样子一个应用上面来讲，延伸穿戴的延伸价值以及它未来应用的领域。那我们此次呢，除了展示呢可以跟机器人互动的这样子一个衣服之外呢，我们也结合了我们的 TSD 的联盟厂商，展出各式各样新的智慧型的产品、技术解决方案，甚至到系统服务的这样子一个一连串的 Total Solution 会在世贸一馆展出，也欢迎各位一起来世贸一馆寻宝，谢谢。